第二十五题，乘二十四题，大铁球抵达地面瞬时速度大小约为多少？我们在二十四题的时候已经知道花费的是2秒钟，而我们在二十四题讲解的过程中已经知道 v 等于10t，我们就会知道速度是多大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再做一次，我们有一个 vt 图，然后呢做一个自等加速度运动，然后呢零秒的时候是零，我花了2秒钟。我不知道速度是多少，那么我们知道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，有多大的速度改变。那么我们零秒的时候是零，2秒的时候是 v，那我的加速度是十，所以 v 就会等于20公尺每秒。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用想就知道答案多少，因为我们的加速度是十，所以零到一秒呢，我们的速度就会增加十，变成十。那么从1到2秒会再增加十，所以就会变成20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速度是每秒20公尺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大铁球抵达地面瞬时速度大小约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每秒20公尺。